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新年华假期为大家安排了最棒的行程，南非加杜拜。我们会去杜拜最漂亮的清真寺，最美的七星帆船酒店，之后我们会前往南非，一个非常精彩，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南非，全程超级五星酒店，吃得好，住得好，玩得棒，名额不多，报名可真是要快哦。